完成手语表演后，56位八声慈济亲子成长班的家长孩子还有另一个任务。你们去哪里？我们去洗碗。每个人跟时间赛跑，洗碗区考验的是整洁与速度，背后的动力源自家长对慈济教育的认同。确实是不曾洗过这么多的碗，但是我觉得很欢喜，因为很多人一起帮忙，我觉得越做越快活这样子。我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，我觉得我也要出一份这样子的力。对，我没有钱，我出力。现场超过800位来宾用餐，负责上菜的志工只有126位，尽管需要来来回回好几趟，志工却甘之如饴。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，就是倒茶，帮忙倒茶。如果你在客人旁边倒，可能一不小心你就烫到他们，脚酸是一定有的，可是值得啦。志工克服种种挑战，使命必达，为的是希望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能早日完成。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